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在正言上人那里足迹与您见面。上人期许慈济人行菩萨道，要悲智双运，福慧两足尊。上人说，慈悲的前脚踏出去，智慧就要跟着走，才能进步。如果只凭慈悲而无智慧，也无法顺利前进。所以需要静下心来思考再行动，但若只思考而不做，就是有智无悲。我们要悲智双运来力行菩萨道。现在敬请一块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慈济功德会自1966年农历3月24日创立以来，已走过了49年。上说慈济在客难中创立，感恩慈济人用心用爱、无所求的付出，成就了扶助贫病、救拔身心之苦的四大志业、八大法印。步步虔诚，秒秒都在虔诚中。修行就是这样，开始起步一念心，花心如初，成佛有余。我们要学佛，就是要学在这一念虔诚，在当下。从过去的几十年也是这样虔诚，现在的未来呢，也期待同样的虔诚。在人世间要多结好缘呐，多造福缘，所以福慧要双收。希望大家呢真正虔诚这点心，爱坚持一直到从过去到现在，一直到未来无量生，这都是我们共同的一念间，叫做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。大家沐浴在法流中，每年每个月农历日时，就是我们的主祭日，回想啦，想到48年前啊，主祭从无而到有，从少少啊而到多啊，从小小的台湾已经呢是扩大到50几个国家，有组织的分支联络处，咱会当去做帮助人的国家，咱也已经呢遍及了50个国家咯。啊，时间啊，空间啊，人甲人的中间，从遥远的48年前开始，从空间呢对台湾为吉祥地，咱开头对台湾开始，一直扩到全球，会当去帮助过了50个国家呢。所谓利敏成罗，滴水成河，慈济从无到有，集合点滴的力量。49年走来，虽然步步维艰，而仍然步步踏实。上人教示慈济人要感念四重恩，感恩佛陀示教成长慧命，感恩父母生养孕育生命，感恩天地万物供应生活，感恩众生现象造福缘，感恩法亲同道共扶持，感念佛菩萨慈悲济世大愿，融会慈济宗旨，为佛教，为众生，
将佛法人间化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无上妙法。上人教勉大众能同于此生此世领受佛法，同行菩萨道，要日日感恩，把握因缘，精进力行。传记我主持人刚在这个时刻，就是在无同的国家，大家人就地啊，在咧庆祝主祭日啊，咱人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，为佛教，为众生。人人咱是佛教徒，人人应该爱弘扬佛法啊！佛法呢，是为世间而设立；佛陀呢，来人间。是为一代事因缘而来，来人间啊，来开发众生，人人皆有依佛同定佛性，将佛陀的德性啊，体悟了天地万物的真理。但愿人人啊，会当了解开。就是开启咱的心门啊，是啊，甲咱好好指点嘛，人生的方向爱对倒行，人人内心呢，依佛同定的宝藏存在，希望咱人人会当觉悟自性即是佛，希望人人呢会当身体力行啊。立佛的地见，佛地佛见啊，这都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啊。但是呢，人生苦难偏多，佛陀来开启人心嘛，成长咱的慧命啊。希望咱的慧命会当头照亮天下，这里正最苦难众生。咱爱道理，咱爱去体会众生的苦，所以苦人之苦啊，咱爱见苦呢，咱才有法度治福，从福中啊来开咱的智慧，将咱的智慧呢再造福。所以呢，佛陀讲啊，咱爱福慧双修。爱凭这行啦，所以这四十多年来呀，从起步寸寸往前行，已经呢从起点嘛，一直到这个台湾，从台湾啊，搁跨国出去，现在对啊，地球的面顶几十个国家。有主祭人，主祭人人人互相感恩，这就是感众生恩。第一爱感恩的呢，有志一同，大家人共同啊投入主祭法门啊，走入人群去，世间的好事，一个人绝对是做不起来，一定爱真多人。真多人呢，才有法度造福人群呐。所以咱人人爱感恩，感恩人人所付出。同时，咱爱个感恩呢，受苦受难呐，来启发咱呢，知影佛陀所讲人间是苦，会当予咱了解呢，这个堪忍世界呀。苦不堪，所以咱的确，苦难的人生中，咱会常常去体会苦体苦的真理。看有偌尼真多各种各样啊，不管是天下灾难，或者是呢生老病死苦难，顶顶啊真多真多，因所受苦。
开开了咱的心，予咱感悟，予咱有法度去付出。上说人生苦难偏多，欲成长会命，要投入众生群中，亲自体会苦人之苦，从见苦中知福，开启智慧，从智慧中再造福。上说世间事非一人能为，必须和众多心力，是故当感念众生恩，感念志同道合的法亲，感恩受苦受难的人，以身试苦，使人觉悟佛陀所言苦谛，从而起身付出。付出无所期望，同时爱个感恩，这就是啊，在主祭日啊，人人互相感恩啊。当然啊，人人是父母所生的，所以呢，感情恩，母亲节啊，感恩呢，生育之恩啊，父母亲啊的恩啊，爱报。但是佛陀讲，父母恩重难报经呢，佛陀看到一大堆的白骨头，看到这堆的白骨头，还是在顶礼膜拜。阿兰问原因啊，佛陀讲啊，这堆的白骨头呢，应该就是我过去生啊无量生中，何为父母啊，何为子女？所以每一块的骨头对我来讲都有因，可见佛陀啊，为人间啊，生生世世到底来多久呢？天下的众生都有互相的因德啊，咱拢伫六道轮回中。虽然佛陀呢已经跳脱了六道啦，却是为了呢来救济众生，所以咱爱尊重众生，何为父母，何有亲情啊？何况讲，咱应该感佛因啊，佛陀的智慧，那来人间啊，他感悟了宇宙真理，将这个真理的奥秘揭开来啊，无不都是呢，哎，把咱呢众生堕入了一种天下真理，所以咱爱悟真谛啊！不管是真空啊，其实呢，都有迄个妙有存在，启发心中咱的慧明啊！生生世世，咱爱感佛恩。现在每年的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啊，那就是咱三个节日呢，咱合二为一。所以咱主祭日啊、母亲日啊，或者是呢，就是佛诞日啊，在在都是咱应该爱表达的感恩。看看现在全球这么正多的主祭人，伫不同的国家，希望因呢，拢会当就地啊来庆祝，真用心要安怎个佛法啊，弘扬在人间，要安怎将佛法真善美呈现着世间人啊所看得到、感觉得到，这是一个真水善的宗教，所以。真感恩啊！所有呢，在全球啊，也组织人的付出。上说感念亲恩是基本人伦，佛言父母恩重难报，父母生育子女，即有难报的恩泽。佛陀以佛乳养育、成长众生的慧命，故佛弟子生生世世皆要感念佛恩。慈济人将三个节日合而为一，以表达至诚的感恩，呈现佛教的真善美，也是弘扬佛法于人间。这份的欢喜，希望会当
永永久久呢传落去，这就是一日好好气啊！天下的事呢，一定是欢迎啦、啊，合心好气，互爱协力。会当安尼呢，咱用最虔诚的心，戒心虔诚，但愿社会会当祥和，天下会当平安，消灭灾难。这就是咱人人用好啊来共用，用合心呢来感恩啊，用互爱呢来辅助，用协力呢来成就一切功德。所以一切的功德来临自修，外临内藏，安尼才是真正的修行，安尼才是真正的会感恩心。好几年前，上人就有来不及的感觉，看到世间人心进化的速度远不及人心下堕的速度，虽然期待着能借重慈善救济让人了解佛教，但终究难以将佛教的形象与精神注入人人的心中，因此内心很焦急。用佛啦，为佛教啦，咱差不多用40年的时间，足足呢是为众生。咱四大事业，第一个10年是慈善，慈善呢很扎根的开始。10年后呢，开始动一个念头，爱为东部地区啊，缺欠医疗，咱为伊来起病院。所以一滴一滴呢，安尼起念嘛，开始酝酿了，等等等等。筹备啦、款募啦、啊、画图建设啦，一直到呢，咱租借20年，就是啊，咱花莲租借病院启用的那一年。所以第二个20年呢，已经是医疗啦。第三个10年呢，教育，哈、啊、对啊，咱的服装啊，咱的大学啊，这呢。已经是成立了，这是第三个10年。同时呢，第四个10年，咱人文拢完成啦。所以呢，这40年的时间呐、啊，是真正为人间事。那咱即马开始为佛教心，是脱离人间事呢？绝对袂。咱爱搁加强为佛教为众生，所以。租借人间路，租借宗门的40年呢，开启慈济宗门，净师法脉净显，宣布净师情行道，慈济人间路，咱法脉已传了，宗门已开了，所以这是第40年开始，咱已经呢要为佛教。租借的第30年，咱开始定用国历每年的5月第二个礼拜，就是咱的租借日。过去的30年，咱拢是用农历的3月24，就是咱的租借日。那后来呢，咱已经普遍到国际间，其他的国家拢无咧用农历。啊、所以当年呢，因拢会电话直直问。啊，今年呢，啊，到底是当时啊？第30年呢，因为迄年多好时吼，咱的农历甲这个西历吼，那差不多呢，在迄个5月初，所以就呢干脆甲因讲哦，每一年开始呢，全呢用每年的5月。第二个礼拜，母亲节就是咱的慈济日，咱慈济30年开始，全球的慈济人回来，第几年后开始就在咱的净师堂吼开始做义佛，啊，看起来很整齐哦，啊，就落实在社区，开始呢，我就希望讲吼，
看会当这个义佛唔是干那伫台湾，会当然后普及到全球吼，国际间有住这人的所在，同一天就是叫做住这日。所以我就开始改讲吼，坚持每一个国家不要有前后，同样就是那一天，不管多一个国家，因都会当知影讲吼啊，在这地球上啊，有一个宗教叫做佛教，佛教的教主是叫做释迦牟尼佛，伊降生人间的时间是虾米时阵？为佛教弘扬佛法。把佛法呢真正的弘扬到了全球啊，让人人看呢就会心存尊重，哪怕伊唔是佛教徒啦，嘛会当震撼他的心啊，嘛会当启发他的尊重啊。佛教唔是邋遢的，佛教呢是那样的整齐，那样的美，那样的有礼节、有秩序。为佛教，为众生，佛教哪会兴啊？众生呢得法啦，才会容易。佛教哪无兴啊？众生的得法啦，就很难。上人在为佛教、为众生的信念下，将宇宙大觉者所说的正信佛法广为弘扬，让人人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佛诞节。母亲节也是慈济日，具有一日三节的共识，以弘扬佛道、弘扬孝道、弘扬善道。祝福天下的母亲啊，人人呢都是快乐而平安，但愿人人都能尽孝道。很感恩呢、啊，我们的佛诞日啊，有这么多人，大家的虔诚，我们。共同一心虔诚祈求天下平安，感恩啊，慈济好在有这么多人才有慈济日，但愿今天啊全球的慈济人共同一心虔诚祈祷。上人总是有着来不及的担忧，故敦嘱慈济人要细心的考量，稳重地往前走，彼此感恩互爱，以无私的大爱为天下芸芸众生付出，这就是慈济的精神理念与慈济人文。上人期许慈济人人人同一念佛心，同一念施志，担负其使命，致力人间菩萨招生，方能使人心净化，社会祥和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慈阳，祝福您平安吉祥，正言上人那旅足迹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